燕平红老师说你孤独，你孤独吗？不孤独吧。孤独、寂寞和无聊是不一样的。寂寞是没有人陪伴，孤独是有人陪伴却依然寂寞。你是无聊，无聊就是内心空虚，所以对于生活没有真正的向往。有恋人在身边，要忙着去拍照；有美食当前不享受，也要去拍照，只为了引人注目。有人在电影院里等着你看电影，你要在那儿跟几个粉丝聊得火热。你无聊而已，那样的生活除了热闹之后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惜呀。一个男生长得高大帅气，一个女生也算长得漂亮，成天干一些无意义的事情，而生活当中的本来没有一点点去珍惜，所以你们不过是在凑热闹吧。行了，热闹完了该散场了，就这样。为什么涂老师会对你那么气愤呢？是因为你这个事情做的失戒了。现在最应该干嘛呀？学习。大学真是就应该学习，毕业之后你们会后悔的。现在说都，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也不懂，说你们再不好好学习，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后悔。不明白啊，十年之后有一天夜里突然之间想到一个什么事儿，把十年之前的教材拿开一翻以后，说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其实十年前我就学过，可后悔了。每个人都别忘了为什么去大学里读书，到底为什么谈恋爱。如果爱这个男生，时间要给他，如果这真是你爱的女人，你要帮助她，一起前进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能让你心动的人是不容易的，咱们俩在一起，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有的我都挺感动的。你不是不喜欢我玩手机吗？或者是直播什么的，这些其实都无所谓，也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你要能稍稍改变一些，我们俩还可以再想一想。但是你现在做的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我可以为你改一点，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爱直播。谢谢两位啊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人会做怎样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成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蛙童，有请。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哎呀，加油吧！啊，谢谢啊，幸会。被你疼惜就中了你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。好了，祝他们能够开心地完成他们的学业，快快乐乐地成长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京云 U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京云中央厨房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机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跟我老公从认识到结婚十几年了，之前他对我和孩子都挺好的，就今年我给他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，从那以后对家庭、对孩子、对我都不上心了。我一个人又上班又带俩孩子，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辛苦了，他觉得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，我真的很寒心，我该怎么继续生活？这就是女人大包大揽的结果啊。所以啊，女人要学会示弱，学会示弱，学会心疼自己，别人才会心疼你。祝你幸福。